我常好奇什么样的人能做出厉害的作品。来到百富酒厂，我才发现这些人看起来很寻常，但他们单凭触摸就能解读大麦，掌握黄金时机。他们是不需要听诊器的医师，光凭敲打就能听出蒸馏器的问题。他们的工具是双手的延伸，能让酒桶重生。他们开拓风味疆界，靠的是脑中庞大的气味资料库，那是一心投入的传承累积，一心练就的精湛技艺，让这一口如蜂蜜般香醇，余韵悠长。造诣之心看似平凡，实则非比寻常。